大家好，今天就来到三分钟认识卡加里啦。主要题目就是平时可以去哪里行街呢？在卡加里这个地方主要就想讲一下呢，其实在卡加里有哪几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即如果你譬如你得闲啦，或者要买东西的时候呢，或者看戏，或者去 food court 咁样呢，可以有什么 shopping mall 其实你是可以来呢。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啦。第一个呢就是船屋摩啦。咁船屋摩呢其实就位于南边嘅 McLeod Trail 夹 Glenmore Trail 嘅嗰个位置，係卡加里呢其中一个比较大型啲嘅商业中心。因为佢附近呢有 C-Train 站啦，并且呢係一个几繁忙嘅 McLeod Trail 嘅附近啦，地点好同埋非常之方便，即係平日同埋假日啦都好多人鍾意去嘅。咁我自己都几鍾意里面嘅 food court 啦，而且呢我好喜欢呢就是卡加里呢度呢有唯一嘅 LEGO Store 啦， Canada Goose 店啦等等。重点係呢係好多商铺啦，仲有好大嘅停车位，所以行得都会几开心嘅。咁第二个呢就係 Cross Iron Mall 啦。咁 Cross Iron Mall 呢係卡加里都一个几算新嘅一个嘅购物中心。是位于卡加里北边啦，同埋有一个城市仔叫 Edge 之间嘅呢个嘅城市。咁啊 ，Cross Island 咧都算系一个叫 Outlet Mall 嚟嘅，最大卖点咧系乜都比较大啦，商铺唔系好多，但系系大嘅。咁 Food Court 选择都有十几个左右啦，但系都系面积系比较大啲。咁停车场咧亦都比其他 Mall 大啦，主要里面咧有戏院啦，而且店铺咧，譬如包括系有 Toys R Us 啦、Brass Pole 啦。大型的一個户外活動的器材店啦，有 Nike 啊、Adidas、Under Armour 等這些專門店。那我自己呢時時都會去，因為呢它是比較近我自己家，而且呢會行得都是舒服的。那第三個呢就是 Market Mall 啦。那 Market Mall 呢是位於卡加里的 Northwest， 附近就有卡加里大學啦、兒童醫院啦，都算是近這個16號的 No. 1 Highway 的公路。雖然交通不一定是很方便啦，但很多人都可以开车，所以都不是太能够找到的。那 Market Mall 泊车都不错，有地下停车场，而且它设计挺好的，好像一个圆形可以走。那很多人都很喜欢在那里做运动。它刚刚最近就起了一间戏院，里面有很多东西吃的 food court 和餐厅。店式的商店的特点，譬如说它有 Apple Store 啊、The Bay 啊等等，我都挺喜欢去那里，因为地点真的挺中心下的。咁其他啦，譬如三分鐘可能講唔曬啦，但有其他啦，都包括都幾好，譬如好似 downtown 嘅 TD Square 啦，東北嘅東北面邊嘅 Sunridge Mall 啦，仲有南邊嘅 South Centre， 呢啲都係卡加里咧人好常上去嘅呢一個嘅購物中心。好多謝你收看今日嘅影片啦，如果可以嘅都嚟到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或者俾 like 同埋留言，再一次嘅嚟到多謝你。